賞呢個外掛，聲稱一個鐘內可以捉到900多隻精靈。我哋而家即刻試下，睇下會唔會有人驚先。呢個外掛係用嚟升呢嘅，改少少嘢，仲可以改 GPS 去世界各地捉想要嘅小精靈添。個外掛已經開咗將近2個鐘啦，而我亦都由3呢升到20呢。咁我哋睇一睇我依家最勁嗰只嘅 CP 係幾多？係891，891，公平咩？對啲真正嘅玩家嚟講，真係實在太過離譜咯，即係覺得。官方要打擊呢一種風氣，此風實在不可長。面對住出術嘅人，就梗係有殺錯冇放過啦。唔止封你一個啊，官方最新就話要封曬你成個 IP， 分分鐘用同一個網絡嘅玩家都會中招啊。不過除咗外掛咧，有海外玩家用咗整整9年嘅時間，搞咗隻 Pokemon Uranium 出嚟。有超過150隻原創小精靈啊，仲加咗全新嘅 Nuclear 屬性添。最正嘅係可以網上對戰啊！不過呢個咁有以前 Pokemon 影子嘅 game， 暫時淨係可以喺 PC 度玩到嘅咋。換生活，落科技 ，Unwell-K。